辣的到中国去谈论台湾军事情报，难道无法可管了吗？经济体，这个你没办法否认，大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改善，台湾是越来越往下走下坡，尤其是经济。对民进党进行批判，促进台湾青年对祖国大陆的认知。因为某一个政党执政，把课纲修正了，台独绝对不会成功的。什么叫兵力投射呢？就是把我们的武器装备可以在很短时间输送到几百里、几千里的基地。大家质疑我们参加这个孙中山150岁诞辰的活动，出发前不知道有这个活动，来我们是安排去北京大家逛逛街买点东西，前一天晚上通知第二天要穿正式服装参加这个活动，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团员没有人知道明天谁组织，是如果我们事先知道是习近平组织，可能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就会说，哎，这不方便，太敏感了。对，但是有这个瓜田李下之嫌，是我很乐意、很诚心在这里跟各位致歉。哦，好。但是我绝对没有这个心。联合演训，这样子我们的部队不断的有机会到将来可能使用的地区。